请你来尝尝萨塔尔神剑的厉害。虹の向こうに何があるのか誰も知らない過去の世界か光のレール輝くマシン笑顔を乗せて李叔牌，梅花这个尖子跟我没关系。来来，请坐。不要。紧急命令！紧急命令！开往白垩纪的定期班机沙弗拉号又遭到了攻击，现在去向不明，请可塞号出动。混蛋！又是谁干的？哎呦！德子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走走。喂，全体出动！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明白了，打会儿扑克都不得安宁。等着吧。是这样的。希尔八号、哈克阿号、沙弗拉号定期班机在亚空间接二连三受到猛烈攻击而毁灭了，这事我们都知道了啊，大家的心情嘛是可以理解的啦，可我们毕竟还没弄清楚对手是谁呀。队长，准是妄图通知亚空间的那帮家伙干的，可究竟是谁呢？正因为不知道是谁才伤脑筋的。歌舞，为什么只攻击定期班机呢？这是以定期班机为诱饵诱使我们出动。什么什么？那个家伙如果想统治亚空间的话，那么有一个人他必须得杀死。可赛吗？这事非同小可。队长，那个家伙是谁啊？是不是企图占领亚空间受到各时空管理局通缉的那个家伙？就是32号。队长聪明啊，聪明聪明。曹爷，红掌。我也是考虑那个家伙的问题。可是32号已经死了，他怎么又复活了呢？那个家伙不愁干掉他。队长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曹爷，什么红掌？我再问一下时空管理局。时代之母，时代之母，我听到了，首个时空管理局通缉的32号正在逃跑中，现在时空间遭到袭击，32号被卷入其中，没有信息。追踪32号的时代战士特别战斗队员也在此时遭难殉职。
据说三十二号已经死亡。这样的究竟是谁干的呢？队长，怎么了？有情况啊！时代船把我弄糊涂了，这家伙真怪。什么？你看，确实有点怪。大家注意点。队长，三号好像被什么东西拉住了。这是怎么搞的？这样下去是危险的，大家各就各位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能离开。明白，把他全开。特斯，拜托你了。哎，大家要坚持下去。总算逃出来了。队长，你看，我们的冤家来了。队长，地铁班机就是被砸。不错，够，等离子炮发射。明白。不要紧，二大侠。队长，队长，等等！不要紧，瞧这大跟头！哎，二大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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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紧吧？啊，哎，莫莉，你不要紧吧？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好，全体检查一下仪表仪器。是，好。定期扳机就是在这里被粉碎的啊。怎么样，这样能走吗？队长，后面大部分被打坏了，最好回去检查一下吧。是吗？好，暂时先回去。发动机启动。发动机启动。空间的人才能统治一切，但是要想得到亚空间，有一个必须打倒的敌人，那就是你，科赛。我一定要杀死你。警报，警报！时空间监视系统捕捉到正向二十一世纪靠近的物体，物体的真面貌不清楚，请注意警戒，请注意警戒。无线电关掉。醒醒，关上。你们听，什么声音？特斯，等一等，我也去。
一切航行。说什么？亚空间由我萨塔尔统治。店长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你还记得有一个被通缉的32号吗？32号还活着吗？那个32号已经死了。现在我作为一个超人脱生了。屁话，死人还能复生吗？用你们那单纯的脑细胞是难以理解的。混账话！32号遇上了亚空间可怕的怪现象，它吸收了超维空间的能量。现在32号的灵魂附在了我的身上。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奇怪，这声音。我既不是男人，也不是女人，我是超人萨塔尔，这个亚空间的统治者。你们如果无视我的警告，那么我就要连同人质通通杀掉。什么人质？混蛋，你们太卑鄙了，让我看看。是。咦，不要哭了，我们一定把他救出来，不要担心，明白吗？你大说的就是。喂，摩蒂，雷达现在有反应吗？啊，没有。队长，可3号这样下去太显眼了吧？说对了，就是要大张旗鼓的干一场呢。哎，这样做不是太危险了吗？是啊，队长，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紧急情报！紧急情报！白垩纪受到了攻击，第7部落要求救援，可赛队，请你们立即出动。啊，队长！队长，听着，这是圈套，那家伙为了分散我们的力量，攻打白垩纪。是啊，他只是想诱使我们，打出人间大炮。那样的话，我们不就上当受骗了？队长，让我去吧，没有别的办法。队长，我一定要救出阿尔塔夏，你们去救部落的人。好吧，就这样。拜托，明白。人间大炮，放！好，向白垩纪进军，明白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，特次，发现烟雾。在什么地方？从这儿算起，向东北2000米。明白，马上就去。Thank you.
萨塔尔的部下。机器人。啊！为什么要跑啊？可赛之所以看成是阿尔塔夏，原因是时空间的超人萨塔尔搞的一种幻觉。我是超人萨塔尔，这个空间是以我的超能力制造出的空间，你们慢慢都会上我的圈套，进入我这里来的。在这里，我是一尊全能的神。可赛，凭你的力量是逃不出去了，把你杀死以后，亚空间就成了我的了。走吧，科赛。奇怪的家伙逃跑了。怎么方位？方位在104岩场。好，这就是你朋友最后的下场啊。快，奔驰！破！破！
要紧吧，阿尔塔夏？啊，队长，不要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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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，阿尔塔夏总算醒了。那么，我们向21世纪出发吧。好。是。弟，拜托了。你放心吧。发动机启动，发动机启动，赛打垮了白垩纪和平的破坏者，惩罚了企图霸占亚空间扰乱地球历史的恶魔，人间大炮可赛，这就是你神圣的使命。